晚上好。谢谢荧光棒。我这个刘海太长了，总是挡在我的眼睛，很难受。啊！好疲惫。没有精神。林娜贝尔外套，什么菲娜贝尔？林娜贝尔外套，这不是林娜贝尔外套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对，先当国王。笑干嘛？晚上好。你在笑什么？有人给我发那个截图，什么截图？我刚发完微博，然后发微博有人给我私信，然后说今天我们那个蕊蕊抱那个小慧儿出来是偶像剧男女主，然后我背老刘出来是孝顺儿子背瘫痪老母。你是那个瘫痪老，你是那孝顺儿子是吧？对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今天眼睛眼妆是跟水水学的，因为我刚才我化妆之前刚看见水水下班，然后我跟他学习了一下他的闪亮眼妆。把这个出来，手机壳给我丢了。手机壳被我丢了，忘记放在哪。直播看不太出来，我自己能看出来。对，今天也是不上课，就是有点疲惫。所以今天小播一会儿就下播。我好漂亮。谢谢。晚上好。肚子饿，但是不知道吃什么。不想自己做饭吃，还要洗碗。考虑一下。
上了。哎，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都不知道说什么。灵魂已经开始睡觉，谢谢奶茶。我的灵魂已经开始睡觉，只有我的外表，我的躯体还在运行。因为之后很少就不直播，因为要开始准备春节公演的。谢谢奶茶。节目肯定定好了呀，谢谢玫瑰花。礼物收到了，前天我收到了很多老虎，谢谢奶茶。谢谢冰主小羊的皇冠。谢谢朱小云。哇哇哇哇哇！谢谢你的15个玫瑰花。我收到皇冠还不兴奋，我刚才已经是很兴奋了，你们看我现在更不兴奋，也不是困，就是疲惫了。我也好疲惫啊。就是疲惫了。当国王好帅，当国王其实没当好。晚上好，我的辫子没散啊。我觉得没有发挥出我的帅气。对，你看这个毛衣，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镜面一下吧。怎么镜面？好奇怪，这个。看着啊，我哭了，我哭什么？我哪儿哭？我哭啥？哎，我都有点分不清左右了，镜像了之后，哎，别问成绩了吧。这个国王也就当一次。您的孩子棒棒，是因为今天山子哥哥不在，然后空出来了一个国王，让我去挑。工资保密。像这个。您说什么都对，这个衣服怎么说呢，简直就是过年回家的利器。谢谢奶茶同学的夜丁儿，谢谢你的夜丁儿。夜丁儿我不知道，不是因为谢谢玫瑰花，是因为老刘去跳山子哥的位置。今天我就去跳老刘的位置。说的是要现在回去，因为上海是有
中风险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今天网上查了一下那个什么本地保，查了一下是从上海宝山区回成都的话是需要集中隔离。因为他把宝山区和谢谢你的99个荧光棒画在一起了，就说很严重，中风险，所以就会可能回不去。然后今天下午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大概知道这个消息，我就可能跟妈妈做点思想准备了，打电话说，我说哎，今天看情况，万一回不来那怎么怎么。再直播一会儿下去。说行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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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然后我心想说咋了呢？然后过了一会儿，然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过来了。睁大我的眼睛，就聊天嘛，就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说睁不大，我说到时候再说吧。如果看到时候23号的情况，如果我看还是需要隔离的话，我知道，就一定是因为我贴了假睫毛，我一共才放10来天假呢，我的假睫毛太沉重，压得我的眼睛睁不开。然后说缩小了一点的时候，好一点的时候，我再回去。然后我爸爸就是那边沉默，你知道吧？就整个人沉默。我感觉他想我了。谢谢。晚上好。健康码应该还是绿的呀，但是行程码是带新的嘛。倒不是不知道怎么办，如果真的要集中隔离的话，我过年可能就不回去了。可是万一回来回上海应该不用隔离吧，到时候他是居家的话我都能接受，他要集中隔离的话我就真不行。谢谢喵舞同学的夜蝶。我明天再问我吧，或者我等23号24号那天再问，走了的时候再问，不然这两天问了也没什么结果。关键是，我今天不直播的话，后面几天都不能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人整个人就很疲惫。用摩斯电码讲话，我才不会用摩斯电码。我背老刘，我气死了！我刚不是发了微博吗？我刚发完微博，然后就收到一条私信，刚好有点尴尬。然后就在说，刘宇好，是偶像剧，偶像男女主，偶像男女主。然后我背老刘是孝顺儿子背病患老母，我气死了。太气了！我们就是虽然怎么说呢，不唯美。但实在啊，我那是真背呀，你这老刘跳我背上来的，他那小东西，然后往上一跳，你知道我成好具体去了，倒没有了。没有再生气了，我就觉得好难过，人家做偶像剧，人家就是没。不行，我要去睡觉，我已经。你看，灵魂出窍。New rapper。我今天这个发型还是那天给我剪这个。公主切那个姐姐发给我的呢，她说你要这个发型，你要做卷发的话，谢谢奶茶，这个卷发扎起来也好看。拜吧。你这个头发吧，特别显头发多。迪克牛仔都没有头发多。谢谢奶茶。谢谢。晚安。谢谢。
苦甜苦甜的奶茶。谢谢奶茶。确实做了蛮久的。晚安，改天再直播。因为头发就做一半的时候，谢谢奶茶。还有其他工作嘛，然后就让就做了一半的时候就让他先做了，我就顶着这个头夹了一半的头发，然后就去赶上。像迪克牛仔老师，就是新年的迪克牛仔老师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休息了。